大英博物馆，一个珍藏中国。
贵文物运回了英国。回到英国后的幽默把中国的现状公之于众，幽默很快在欧洲掀起了一场追逐中国古代艺术的浪潮。也就是在这期间，中国的大量珍贵文物开始流失海外。幽默为了能让更多的外国人瓜分中国的文物，还创造了中国一种可以鉴别珍贵文物的审美鉴赏法，还有文献器物分类法，甚至还创办了东方陶瓷学会。在他去世以后，他还专门举办了一场拍卖会。Thank you.